分钟让南方宝贝也学会我们东北硬菜，猪肉炖粉条又必须选五花的，葱姜蒜干辣椒必须是现买的，豆角三七二十八要掐断底，生抽老抽十三香是一样也不能少的，豆瓣酱也得来点的，爱吃的小菜你就通通都搞锅里，一碗清水你就搞定了，最后加入灵魂粉条子，盖盖再焖八分八十八秒起，开盖必须香迷糊你，是不是有脚就能学会的，学会做给你南方的小姐妹吃吃你，我先选微敬礼。啥也不用说，老绝了。新买的小糕点，酥酥脆脆，还挺好吃呢。奇奇怪怪的小番茄，是我没吃过的。